早安，今天是我一个人的旅行，还有眼睛超肿。它肉超厚的。我们是昨天分手的，昨天晚上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自己的旅行。还没想到要去哪里逛。日本的电车都有设置女性专用车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女性专用车都会有男生。熟度的香蕉，这个方式还是不见。这一款的话还不错啊。I want a mocha soft cream. Yes, 6. 超级浓哎，有抹茶的苦味，超好吃。我今天原本穿这样，这是 GU 买的，试穿完成。这款看起来还不错哦。这个，然后这个看起来有点屁屁，这个好像色贝贝，这款感觉也还不错，但框有一点点细。这一款是雷朋的，跟刚刚在楼上戴的有点像，但还是有点不一样。都很好看耶，全部出来。超大的，大家都说日本的水龙头水可以直饮，我现在来喝喝看。喝不出差别，给大家看我刚刚最后选了一款墨镜，我在那边看了超久，然后我还一直问店员 ，Which one is the best？还有不合格。
说要买白色的那个，看起来比较有造型一点，就戴起来酷酷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太让人印象深刻，所以就选了这一款。好看吗？不知道日本的 Zara 有没有比较好逛？太可爱了，真好可爱了，好可爱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刚刚导航叫我去一号月台，结果不小心看着人群，就跟着人群走到第二月台，但是意外的搭对了。去 Lawson 买晚餐，现在晚餐都吃便利商店，跟在台湾一样。对的，我买了第三个这个布丁了，因为我今天看到它是这个口味，昨天跟前天都是香草的，这个是原味的，就是牛奶。我等下吃吃看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觉得应该会差不多吧，味道。然后还买了这个，我想要每天喝不一样的饮料。就是那种台湾没有的，不然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每天都喝明治鲜乳。然后这个呢是酸奶优酪乳，好像是低糖的，先来喝喝看。然后我发现日本不太用吸管跟汤匙，他们都直接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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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喝进去的时候很像是牛奶加糖，尾韵才带点酸。好喝啦，好喝，无敌，太可爱了，所以就买了。然后晚餐吃这个，今天比较没有什么胃口，中午也没有吃完，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会瘦吧。鸡肉沙拉，这个肉看起来很嫩耶，早安大家，今天呢是回台湾的最后一天，然后现在已经在收行李箱，我把它盖起来了，然后准备要去大厅等巴士接我们到成田机场，这也是我跟汤姆见的最后一次面。OK，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到成田机场了，刚刚睡了好久，巴士到这边要两个小时，然后直接睡了两个小时，起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。台湾真没有，台湾真没有这个，没有。没有，台湾没有。上飞机喽！改一位，然后等一下会跟你讲地址。